就打起来没有厄斐特斯那么好。哎，球球进场，进场被 Q 到，这边还是带着一个冰川尊服的，自己没减伤。这边进化是解一个点燃，那这边的话想，哎，感觉 A 不过呀，两边好像两兄弟打的人不是同一个人，金角去追球球去了，结果 Eric 去跟 Betty 单挑，完了这两兄弟都死了，要被双杀了。好嘛，的选择还是在进草之前稍微打一下吧，来看一下，这波是想着 all in 啊，如果让对面过去，这波就要 all in 了。然后进草打一套，一两个，但锤石其实还挺肉的啊。啊，这边露露触发一个守护者，自己是没治疗的，对面一个治疗拉，卡到前草了。然后这波 Eric 往后退了，金角在往前走，明显两兄弟没有想到一起去，所以感觉金角是有意图是想把这个锤石给换掉，然后。金克斯刷新他被动，有机会能跑小号绕一下，开着扫描确认下半区、这个位置确实有机会的呀。W 到了，闪现 W、哎、拉走了，同步闪，同步，好像，哎，好像是想真的呀，有想法，这真的能真吗？有想法的，有露露加上、哎、这边，哎，但是瑞兹落单打一套，到五级，哎，直接开车了吗？哎，技能打断了。没有闪现的，给灯笼没能留下来，看龙是谁的呢？冰剑450的闪，这波啊，惩看一下这边 Betty 接血的闪 Q 留住了小叶，然后后续的话还有一个罪名可以留人，但这边海克斯隆不断在喷人啊，配合的海克斯隆的一个闪电裂，直接这边小号也倒地，而且 Betty 这边一个白紫刀被夹子夹住，完了大人头要交出来，但是金角把这个大人头给打了，没有闪现的，来看这发 W， 哎呦，这波 W 中了，中了但是杀不了，但是有点远，这波好可，再看一下。感觉还是 L 有点贪，因为是觉得对面不会来接了，是的，下路是没有过来支援的，对，就觉得这种情况打野是最难受的呀。啊，下路我这种线权你凭什么敢来，结果前面扛这个龙很伤啊，你看这喷一下，这再喷一下，哎呀，又被喷一下，好难受。金克斯过来直接收一个人头，金角就又把自己优势给送掉了，又打回来了呀，又打回来，哎，要转，没闪现，又是没好，露露在后面拉上一个减速，拉出一斧头，哎，怎么说，打出了一个风旗之后接灯笼走了，伤害不够，是的，主要是没留住啊，给一个啊，好像要被越塔了，那应该应该死掉了，这接口中了，因为金克斯有点小炸了，说实话，如果那天撞不了线。撞不了一塔的话，哎，这波打出被动晕住了，感觉能单杀，这波感觉能单杀，直接阿座一拉开打出风旗，闪现躲掉，哎，这闪的 shadow 直接 AQE， 主要在操作他没有太身上已经冒紫光了，这边如果打一波赢一波就能吃一波大的，哎，但是这波如果还维持在这个战斗状态的话，这个先锋撞不出来的，哎，这个夹的位置放得很好，卡到位置了，露露也跟上，这边是知道锤石在上路的。应该是要打到底，但对面有狂风了，打一 Betty 这边当然是被 Q 技的减速到的，最终还是要把自己人头交掉，致命结果。这波 Eric 也有狂风，有双招，一勾勾到小兵了，那应该是哦，但是这边被助林连续打了几发应急，但这边 Shadow 知道 AD 没有闪现的闪现越塔应该不太可能吧，哎，这波就 BA 辅助一个闪，嗯，发条也支援过来，但是像老干爹掉双招呀，而且也辅助也打野掉一个闪，一个打野，这样想杀小号吗？小号有幸运很扫的，直接闪现 Q 三捅 Eric 将闪拉开，可是这边小叶没那么幸运了，小叶先倒，小岛这边没有大，还想硬想换小号，但换不了啊，在这个幽冥监牢里面，把斧四顾心茫然，最终被球球的灯笼给收了，这波打得很怪，是很怪，然后这边。自己这边的阵容不应该想，哎，过来应该要收两个，两个都是没有双招的，主要是然后发条大一个造性，嗯，然后觉得能杀，然后这个位置又被卡得很差，对，就是这一波其实如果要杀的话 Shadow 就第一时间进呀，就直接越塔，对啊，就是主要是发条拉到那一瞬间 Shadow 就直接杀，直接杀赵信，对，就直接杀，因为只有奥拉夫能杀赵信啊，其实看起来你杀赵信也要被瑞兹收完的，是的，但是从结果来看的话就是更坏一点，更坏一点结果来看还是被收完了，因为看 Shadow 这个位置直冲冲就过去了，过去一斧头，主要是绿白刀转绿蓝刀这一套其实你哎哇直接交大吗，但自己是有闪现的，哇 Shadow 这个大就直接交了出来，但生怕对面会秒他，对，但因为这波偷大龙决策能够把中塔给赚了，哎，
哇，这波 Fearless 大招没出来啊！这边的话，接一个闪现的一打给控住了之后，后面一个露露大爷没能救上他，小浩直接一个闪现跳，小叶也倒。这样的话，中医塔感觉也快倒了。这边小浩硬扛，旁边的话 ，Bat 又是上来直接交双招，硬去留人，逼出来自视频照一下，照出来。但其实 AL 众人状态也不是特别好，瞎抖。不过还是有闪现的，这波你打大龙就给机会。是 AL 这波稳点是真的不能打大龙。如果能让青稞丝第一时间启动，能打。来看一下，被闪现一 W 定住，就是接一个勾，圆，直接打断。感觉不是球，就拿那个钩子给他勾回来一点，他这个大刀都要空掉。要空掉。对。金克斯还是差点伤害。是。我们丢一勾看一下。又看，又看，有没有再看、啊，继续看。第三次摸大龙。第三次。丢一勾没勾到。第三次在这里对峙，哎，这一炮好漂亮，这一炮应该是给了 Rush 的勇气了吧？我觉得这个决心是要下的呀，可是 AD 都不在，也怕会被对面抢，毕竟 Shadow 有闪，这边正面要给视野，那就拼一波吧，2600发条也是有机会的。直接上来了，闪现 All In 一下 ，All In 这边的砍他瞬间倒地，哇！中野两人出现被 Batty 给融化了，然后 Batty 寻着闪现上岸开了一个群追过来，再把金角输掉，他配合上路线。哎呀，上路还有一点线，有没有机会一波呢？这压力最终还是把老干地给压崩了。这压崩，主要 AD 吃了这一炮太关键，对面直接有决心抓这条大龙。哦哟，这一波直接一炮，朱德章闪现上来接近单杀了 Eric， 他感觉是一波了。是的，还是一口气吃上去。对，有的时候就是这样，你一口气，你要么吃成个胖子，要么就是把别人变成个胖子，那没办法，对吧？我觉得还是那一炮太关键了，如果没有那一炮，应该还是在那里僵持的。是，那我们恭喜 AL 成功的在第二把比赛里面是以27分钟的一个时间扳平了比分。